对收入的病量还是要进行核酸的检测，鼻拭子、咽拭子，鼻拭子更好一些，准确率更高一些。现在对收入的病例是还是要高度警惕，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强力的干预下，在比较短时间就下来了，八万多，现在都每天都是只有很少数，但主要是广州好像是七例吧，就这几天。心理的输入的这些病例有时候感染性很强的，所以一点都不能放松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就特别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，我特别提醒这一条，对一些比高发国家这是第一波输入的病人呢，不要看他的症状，要给他做检查。